你们先，哈哈，这实际上是个智商游戏。OK， 我第一个摆完了。我已经想好了未来的三步。哦，哦。 就看谁更快到达前面是吧？你的占地面积大，就是说，其实你不应该是太多实心的，你应该是这儿有空心的，你那个轮廓越大，其实占地面积越大。就等于如果我放这儿的话呢，整个这一块就是我的了。是的，我根本就没听懂。 反正也不是我来下。你们三个，那块你说吧，我没带话筒。快点，内部很重要，大哥 ，trust me。 万万，别咕噜万万！啊，没问题，快快快 ！Yes， 把那个可以发展的角角全部给顶上去。对。哎呀！这是防御性的，他过不来。现在我能过去。漂亮！干得漂亮，万一达！ 好像很激烈的样子，又不知道为什么激烈。咱俩战术商量一下啊，来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往他们那边的那边攻，把这边我来，我往这边走，因为他们也过不来，然后你往那边走，可以，整个就是咱们的地盘了。行，什么情侣是？哈哈哈哈哈！别说这话，哥。 万万没想到啊，万妮塔！我们已经进攻了你们的领地，我这边就慢慢来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就很轻松了，慢慢摆。放哪个？放多了吧？放不了了，没法放。 有没有三块的？四块，三块的，三块的话放那儿。漂亮。我跟你说，不，听我，听我，听我的，听我的。你想办法把这边处理一下，不要让它过来。哦，它这个可以过来的。不要这么聪明。拿一块堵下就可以了。你其实用这种方式就可以了，应该。可以。 因为他只要一旦突破那边的话，这全都是他可以放的，我们就把那个锁死，防住，对。哎，好聪明，对吧？我逐渐有点明白了。你俩过来，人家两小孩子，那两个人，我们六个人在那儿，不是我有任何作用吗？哇，我们的路都被他们堵死了。对，他们的路被他堵死了，没位置了。 红色没有了吗？没了吗？红色有啊！我们放不了了，他们不能放，我们还可以继续放吧。你们放到你们不能放的位置，咱们就随意发挥呗。漂亮！哎，可以，应该差不多了。那边看看，你那边不是沿过去了吗？那有没有？貌似可能可以。 哈哈哈哈哈！耶！OK了，好了，不用解散了啊。那个醒哥和万妮达巨大的优势获胜了。谢谢。别吵架啊！不会吵架。不会，他俩平常应该很聪明的，就主要是太幸福了，恋爱容易让人冲昏头脑。谢谢。
好，醒哥和温妮达也可以去抽一个麻将。我 OK 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和同学们进行一场团队战啊。嗯。先请出我们的同学们上场。哇！哎 ，Hello，Hello。哇，好有活力呀！是不是突然觉得自己老了？大家好，我叫郑阳，来自四川南充，现在是一名篮球教练。哦，教练哎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任新龙，我来自四川遂宁，现在是一名篮球教练。大家好，我叫玉思阳，来自重庆，在场上的位置是小前锋。哦。大家好，我叫曲丽娜，我是一名国家级一级运动员。大家好，我叫陈泽坤，是一名国家二级篮球运动员。大家好，我叫罗开元，我是一名成都的基层篮球教练，场上四肢位置是前锋。好，我们先来打一场真正的三 v 三的篮球赛啊。可以。三 v 三就是你俩加上李斯就好了。OK OK。那你们也是上两个男生一个女生呗？让点我们喽，真的是。啊，可以，好吧。好的好的。对对对，双方队长是谁？不知道。李斯丹尼。不是我，什么鬼？李斯丹尼。来，李斯。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就是我。来，猜拳决定球权。哦，并线，线。Sorry。好，好，你们发。来和了兄弟，半场三 v 三挑战正式开始。首先，学生队发球，外线在传导。大个子强投张远，一个上篮，球。没进，张远拿到了篮板，只见他健步如飞。张远一个跳投，没进。李斯丹尼拿下篮板，慢球，狗篮，好球，漂亮，好球，漂亮，没有进。为什么没有进？命中率都惨不忍睹啊！好，大学生队传给了女生，女生现在外线 three point。哇！